2月20号早上11点，有十几辆汽车从唐人街附近的洛杉矶州立历史公园出发到中领馆，与缅甸抗议的群众会合。有近400名的缅甸裔移民在洛杉矶中领馆面前高喊：“我们要民主，中共停止援助缅甸军政府，控诉中共输出暴力革命、专制集权。”其中还有越南、柬埔寨移民，还有东南亚华侨。不少的华人民众也参与了游行车队，他们希望中共能停止输出暴力革命，也期待有一天中国能迎来自己的民主与自由。